都拿给他。好，我放前头。準備中㗎啦，日日都準備，不停練歌。咁今次好開心嘅，因為我揾到一個同一個好好嘅唱歌老師去好好咯，即係佢幫我我哋 work 咗，即係呢個月比較密集啲咯，即係一個禮拜可能會有兩次上堂啊，我自己每日去練歌啊。其實好耐冇試過咁樣去為一個演唱會去更新自己嘅唱歌技巧啊，或者真係去研究點樣可以唱好啲啊。因為一隻歌。可能你是用一種唱法，但你一晚唱三十隻歌，你就要用另外一種唱法。如果不是就會個流放，你又要個體能啊點樣分布啊？咁呢啲其實都係學問咯。咁今次都所以都好期待自己演唱會，究竟可唔可以做得好過上一次咧？咁樣揾得翻個感覺係啊！揾得翻㗎，其實 keep 住有唱歌嘅，即係都冇開 show 啫。咁但係坦白講，因為講緊以前學唱歌的時候，同而家其實因為個世界不停進步緊，其實唱歌技巧都是有不停更新的，咁我覺得今次就好像 update 咗自己嗰個已經係隔了很多代的 version 咁咯。咁所以其實坦白講，對唱歌都有一種大的興趣咯，即係又多了原來我可以咁樣嘅喎，原來我嘅聲音仲有咁嘅可能性。所以都開心㗎，即係真係揾翻唱歌嗰種樂趣咯。熱烈氣氛，整首詩送上。